所有朋友你们好，这个视频是我就是直播的时候玩游戏输了，喝了20个鸡蛋录的，然后呢也没录好，太卡了声音，然后呢我重新配一下音乐好吧。把我的关注点一点，我叫何云，来自河南南阳塘和大河屯，一共是喝了20个鸡蛋，开始。YY 频道6372啊，说实话连我自己都看恶心了啊，但是没办法，当时呢我确实给喝了，但是没喝完，哎，还剩下3个没喝。像男人一样去战斗，都把我的关注点一点好吗？就是你们如果在现场的话，你们就打个我在现场好吧，就是就证明已经看过这个视频，或者说就是我喝的时候你们在。说实话，就是喝了这么多鸡蛋，就是视频没录好，我也挺那个啥的。你说重新再录一次吧，又得重新喝，喝的我都拉肚子了都，哎，拉稀了都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们理解啊，就借此视频装个逼啊。还有你们不信的，可以看一下我的其他神曲，就是以前我喝鸡蛋的那些记录。我经常喝，喝鸡蛋是我的才艺。在 YY 上面，我是一个鸡蛋小王子，哎，鸡蛋小王子。关注点点好吗？关注点点，这个时间不够用啊，然后我稍微快进一点点好吗？啊，我稍微快进一点点啊，快进一点。天哪，这个小伙子喝鸡蛋的姿势好帅呀。吃啥补啥的话，我这感觉我都得硬成啥样啊，兄弟们啊。幸亏不是呀。然后我就不说话了，我就给你们放着音乐，因为就是原视频的声音太卡了，兄弟们啊。反正是最后没喝完，剩下3个，好吧。我的永久 ID 是6372，把我的关注点一点，好吧。直播 ID 6372啊，然后呢，我来自河南南阳塘和大河屯，好吧。像男人一样去战斗。也就是剩下3-4个没喝吧，兄弟们，我也不知道是3个还是4个，反正是没喝完，好吧。然后你们把我的关注点一点，然后呢，拜拜所有人，拜拜啊，我就留个纪念啊，拜拜。